好冷，你快看看我是不是发烧了，先用毛巾把头敷热。来，我看看怎么这么烫。妈拿体温计给你量体温。换上我这只特制的温度计。这么乱，算了，先量体温吧。来，张嘴。40度，怎么搞的？先把药吃了，今天好好休息。好。重装上阵，我来了。哎，这游戏有点意思，居然还能造出来苦力怕。装备的机枪和隐形的苦力怕，如果出现在 Minecraft 里，那就太可怕了。既然苦力怕能做出来，那飞机是不是也可以呢？先走机身，然后搭载一些火箭推进器。要保持平衡，试飞一下。哎，成功一半了。接下来应该将火箭推进器分组，后面的作用是加速，下面用来升空，两边用来控制方向。OK， 搞定。试飞一下看看，点火启动引擎。这次完美起飞，来几个空中动作，转向、翻转，各方面操控良好。这次的飞机帅爆了，有没有？游戏都玩上了，真够刻苦的。让我看看玩到什么程度了。让你看看我朱骑士的厉害，巡航导弹是可以遥控的哟。传说君，试试这个吧。脉冲电锯的伤害可是很高的哦，只要被我近身，绝无生还的可能。钩索除了飞檐走壁外，抓人也是很不错的哟，你是跑不掉的。战场上可不是东张西望的时候，你忘了妈妈会隐形吗？怎么每一局都能匹配到那个朱骑士，总追着我打什么，气死我了。哎呦，下线了，还以为多厉害呢。哎呦，这是病好了，不再多休息休息。最近有个游戏挺好玩的，重装上阵，你不试试？我感觉这会儿不那么烧了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传说君还有不玩游戏的时候，你确定不休息休息？不用了，我还是出去散散步吧，病刚好，需要多运动。如果觉得累了，玩玩重装上阵，这游戏有助于开发脑洞，这没准啊，你能折腾出来什么奇怪的玩意儿呢，比如朱骑士之类的。刚才那个朱骑士是妈妈吗？当然。哎，你是怎么造出来的？快教教我。一星期家务。成交成交。先造一个这个，然后啊，这个扔到这儿，然后这个记得关注我哦。